我觉得今年的感觉特别让我感动。我已经参加了30年的金马奖了吧？这一届我会非常的非常深刻的记在心里面，是我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验。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真的人聚在一起。因为我住美国，所以我有点洋包子啊。今年是非常很明显的啊，今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年。我是住美国的啦，那回来看到这么多人齐聚一堂，在办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的盛会，感觉心里非常的非常的感动，我说不出来的感动。今年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年。然后，我坐在台下看每个得奖人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今年的感觉特别让我感动。我已经参加了30年的金马奖了吧。这一届我会非常的非常深刻的记在心里面，是我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验。为所有的这次我们金马奖工作的同仁，我要谢谢他们，在这个艰难的环境，能够我们这么成功这么顺利的把它举办，气氛之好是非常令人感动。然后所有来参与的人，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真的人聚在一起。因为我住美国，所以我有点洋包子啊。整个的气氛非常非常的好，包括得奖的，我就是觉得好感动啊。我觉得我们的金马奖，有些东西是越做越僵硬，我觉得我们是越奔腾越有活力。作为金马奖的一份子，我感到非常骄傲。也今年的举办非常的顺利，我很高兴它很顺利的完成。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我们的金马奖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评审，谢谢李安主席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昨天看到了什么？昨天我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。阿哥最怕的。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We're versus breathing, breathing.